你怎么找到这个的？这是圣水，进化用的圣水。听说邪恶的生物会被它所伤，大概像是被火烧灼，会很痛苦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看起来有些害怕。刚刚我说被火烧灼的时候，你好像抖了一下。我没有怀疑你，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管闲事。而且圣水的配方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也没有什么神圣特殊的。你缠着让我给你的晚餐，也用过里面的材料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心里有疑虑，自然怕被审判。心里诚然空明，反而就没事了。这么看来，是你前几天没感到心虚，但现在有了。说说看，是什么事？你说我像是在审判你，确实有点像。如果真有这时候，你打算怎么回答？你相信我，不会让烈火去烧灼你。还真是信任。或许我也让你失望了。我猜，我会。我会去做那些该做的事。如果真做错了，就去竭力偿还，哪怕最后的代价是一起被烈火灼烧。你不喜欢我这么说，真是的。只是个假设而已，你我都不会有事。现在把东西收起来，我准备好了晚饭，
今天的晚餐就当是给你造成惊吓的赔罪。